首歌唱得非常非常好，可以说是他自己的神曲哈。这首歌在当时真的也是非常非常受到广大的喜爱，广大的喜爱。可能是我当时在忙或是怎么样，没有把这首歌学起来，所以后来就一直没有唱过这首歌哈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可能已经超过20年了，我从来没有唱过这首歌，从来没有抓出来唱过哈。这次呢，是因为一个 YouTube 的朋友，他叫吴展宇先生的哈，他想要我唱这首歌给他听哈，所以呢，我才用心的把它学起来，把以前听到的印象的旋律的印象，加上这一次歌词，把它组合起来，唱成今天我唱的那样哈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这首歌就是这么的迷人哈，这么的迷人。所以呢，要非常感谢的吴展宇先生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可以用心的把这首歌学起来，让我一辈子可以拥有它哈，一辈子跟着我想唱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好好的把它唱出来哈。感恩以音乐者的一路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的动力，我会为我自己，还有为喜欢听我唱歌的你们，多学一些不同的歌曲，把它放到我的 YouTube 上面来，这样子呢，随时想听什么歌曲就可以去找适合当时心情想听的歌曲哈。这是我的理想的目标，也会朝我的目标一直前进，好，一直前进。还有呢，还没订阅我频道朋友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理念，喜欢我的歌，请记得按订阅哈，按分享，按赞，可以留言想要听什么歌曲，跟这个展宇先生一样，跟我说，我尽可能的学起来，跟朋友们分享哈。还有要开启小铃铛，每天我分享的歌曲，你们就会准时收到，不会错过。来，就来唱这首《味道》。一个大 B 一个小 B 调，我也是跟着唱原调。